最欢喜，总觉得领导者，我领导者是个，你也咯，伊哩唔也识咯。依家揸嘅火車，咁快現世嗰架火車，快到咧，佢只眼分散，勁係勁分散。所以已經就細到 S 七百，搞啲講真咧冇八百。啱啱原本十二點幾，即係差唔多一點幾嗰時，已經好咗一個鐘。三點時竟然咧忽然之間彈翻出去 menu 嗰度，咪應該繼續洗咁樣，點忽然間彈翻出去？呢個應該呢個一定係 bug。彈咗出去之後，咪再好多一個鐘嘅。洗經驗最忌都幾樣嘢啦，洗曬經驗忽然間閃退，或者洗曬經驗突然之間彈翻去牆邊度，喂，唔係牆邊，係彈翻去個menu度。咁但係都冇人理嘅，因為好簡單，冇一個人會洗經驗。嗰個potato，我應該差唔多追上佢，佢自從四啲人更新之前咧，已經冇曬經驗，前幾年好啲啦。因為到依家都係仲係740，我依家700。有一次見到都好似係上個月頭，最憎啲手機 game 廣告乜鬼？有隻 game 叫做咩？我叫 MTA 經典再現港澳版超佛心送禮。今日放置開台，搞到咧類似係揀 TVB 嗰個互動新聞台一樣。佢改名叫自由互動台。突發新聞，中環出現牛群，呢個都係個突發新聞。突發嘅意思就係話，即係類似一啲好嚴重嘅一啲事件啦，乜鬼大火啊，升為三級大火，火燭或者大火升為三級，甚至話咩意外多一個人死亡嗰啲，一定係叫突發。但係中環出現牛群呢樣嘢都可以報新聞搞笑喎。雖然都有唔係一鬼動物咧。都有啲唔係好多墮軌啊，動物走入路軌嗰啲嘢，西市都試過。
喺金字塔站遠啲啲嗰啲嗰啲動物闖下路軌嗰度。整個視窗那個 size 就改變了，我已經沒得玩1942，越越南都沒有，智利越南都沒有，一定要在網上登錄。BAT 都把我完曬，想買1942。1942咪有 Road to Roman， 即係羅馬之路啊，同埋一個 Secret Weapon 咧，呢兩張資料片，但係網上係冇得 download 嘅，淨可以 download 一般嘅1942。你記得我講過，1942係第一隻 game BF 系列。我諗緊啲 AI 點解好似夜市唔一樣嘅？明明好簡單，但係直接爆台。只要俾你最緊只有400，佢個乜鬼給予電腦玩家咩的 CPU 時間比唔知講乜？你係咪想講玩最大玩家數有幾多？直接咁樣建立區域網絡係冇 AI， 一定要玩戰嘅。不過啲戰嘅小不了都係關於乜鬼珍珠港啊，珍珠港咩入侵菲律賓？有張菲律賓攞咩日本啊？跟住阿帕丁行動市場花園嗰啲咧，一定唔算啦。中途島啊、龍門島嗰啲唔算啦。但係 BF 五咧，開頭咧好多人話佢一隻半製成品，淨係得兩個國家，英國同德國。後屘就有呢個太平洋戰役啊、硫磺島啊，仲有個 Solomon Island 呢啲戰役，就係、是、美國對日本呢、這個真呢、這個就係真正嘅第二次大戰嘅一個背景，其中一個戰役，但係冇諗過之後唔更新，成係一個半製成品、半歷史嘅一個 game。1942完全可以話好多戰役都係第二次大戰有嘅。BF 唔使講係冇嘅。最尾嘅更新淨係俾咗張新嘅地圖，加埋嗰幾個新嘅武器，蘇聯又冇，嗰啲乜鬼孤狼式戰車都冇。淨係得個説話，美國就即係第一張新地圖都賣過人哋啦，奧羅王斯嗰啲呢兩張記錄，最唔史上最唔完整嘅二戰，佢花好多時間跌啲粉 BF 24，不過你花完時間即係24弱智啊！